不，该出质量出质量，不该出质量的时候，我先以稳定为主，因为你的每一板球的回合的数量就是给对方施加压力，他肯定想一板他就得分，一定你肯定也想，咱俩打比赛，你肯定想你一板得分，两板、三板、四板、五板，每板球你这个反手下旋都不失误的情况下，他总得失误。防守谁都不愿意防，谁愿意防守？除了水谷，水谷准爱防守，除了他没有人爱防守，啊，要不就削球，啊，你每一下窜进防守场，我就擦，我就蹭起来。要蹭起来，我跟你打实力，啊，有70%-80%的球啊 ，OK， 这球我再发力，发力我也不发死力，啊，就是70%-80%的力量，啊，这种球我就把力量用在摩擦上，蹭我蹭起来，你防，防死我没关系，下一个我蹭就蹭起来，啊，不是说这板我防死你了以后，下一板就要甩，不，就一样的，啊，把力量使到摩擦上，啊，不使到撞击上，对，你个个这样。对，恭喜新星子粉丝团等级升为3级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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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错啊，很好，啊，慢一点，不着急啊，对，借上力。有没有人建一个笑声合集？别，大家放过我。这个训练里面要拉一定的这种稳定性和这种上台的这种概率。啊，比方说这组二十个一组，啊，拉上17个、18个，啊，最好拉上20个，啊，歇一会儿，我再来一组 ，OK， 这两组练完以后，哎，我再加力练两组 ，OK 了，70-80个球。